博弈，换你了。有，博弈在哪里啊？哪一个？我干，戴黑色口罩那个，干得很帅。他哥哥。这种就是他叫哥哥啦，可是就是。他跟他女朋友，他怎么会来啊？他有朋友在这里啊？他女朋友。你又知道我们在讲哪一个？太广告费。我不知道。还有袁术，靠，不要操控。好球！小鸟，小小吵我、啊。
看。他就说要看什么王若敏，然后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，然后讲错名字，就这样。干。记录啊。Yeah.
真没有吹。那颗给它掉进去，七八，我一千四，耶，不是，
我看有多久，他刚快攻。48加2。用我的时候。好球好球